你这龙武那个混蛋来跟我说话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实在打电话来？是，你告诉他我就要发通缉令去抓他了。他偷了我们全特种部队的装备，还调动一大队广东特异功能队走。我现在被人家用纳尔逊式锁锁着了，快要受不了了。纳尔逊式锁太小儿科了，你现在竖起两根手指头，45度角往上一插。怎么样？ 有没有插到他眼睛啊？没有，只插到他的鼻孔啊。那你就挖呀挖呀挖呀，把他的空气全挖出来。啊，厉害呀，解开了。那还用说？不然我当年怎么当打电话问功夫的节目主持人呢？龙武呢？啊，我现在要中了他一招霹雳追魂锁啊。这么狠呐、啊，这样就不能纸上谈兵了。肩膀上有花的，通通给我进来。 长官，哎，霹雳追魂锁果然厉害，怎么破怎么破，赶快研究一下呀！插眼锁喉投降，去死！你现在设身处地，怎么救你自己呀？长官，我想用猴子偷桃啊！偷桃啊！偷桃啊！偷到了没有？偷到了，好大的！不要吵，不要吵。 是了，好，他已经道过歉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，乖，不要哭了啊！只喜欢那些样子睡的，没道理会喜欢我，真搞不懂。